Day 4第四天。今天早上呢，现在已经是10:30了，然后我刚才吃了点饭，现在准备去老城，然后从老城那边直接去机场，去那个火车站，从火车站呢去机场。哎呀，今天又他妈下雨了。昨天那老大爷跟我说呢，说那个，哎呀，不能再下雨了，这个昨天和前天都下了，明天应该是个晴天儿。可是一看这云在，哼，比昨天那块云在还要大。哎呀，所以也没办法，只能是在雨中前行，然后我已经换上我这件厚衣服了。